Hello， 大家好，今集好开心，我来到白明翰。由伦敦揸车去白明翰都是两个零钟，非常之方便。我已经好耐冇嚟过白明翰啦。听讲白明翰近年进驻咗好多港式美食，所以我都好期待今日可以去试下。请你哋免费订阅、点赞同埋分享呢条片啊！第一站是天天 food tour， 网上好多食评都推介入面嘅龙珠冰室，所以我就慕名而嚟，想试下入面嘅港式美食。一入到去，原来里面仲有几间唔同嘅食肆，我都好想试下，但好可惜等唔到位啊！非常多人本来想住食龙珠冰室，但是他说等餐都要45分钟，还有很多人，所以看看之后有没有机会再来啦。在天天 food hall 的附近有几间大学，包括白明翰 City University、 Birmingham Metropolitan College， 还有 Aston University。 因为找不到位，所以我们就转场去唐人街了。白明翰的唐人街真的有很多美食啊，有兰州牛肉面，呢间系食重庆火锅，仲有日本料理、炸鸡店，呢间中英系白明翰唐人街嘅老牌大酒楼。以前我嚟白明翰都喺呢度食过佢嘅晚饭小菜，而家佢啲点心做紧八折。呢度仲有几间马来西亚餐厅，卖面包蛋糕嘅喜糖。都好受欢迎喎、最后我哋就嚟咗呢一间港味茶餐厅，呢度有港式车仔面、粉面要2.5磅，有啲餸每款要3.2磅，有啲2.5磅一款，仲有好多港式小食，炒粉面、焗饭。你睇呢个系银针粉牛肚，做卤水鸡翼萝卜。我好耐冇食过银针粉啦，喺呢度叫车仔面，你嗌4个餸，只要俾3个餸嘅价钱，最平嗰个餸系免费嘅。牛腩汤底，个汤底几好味喎，睇啲银针粉。不過啲牛肚咧就好似有啲爽咗少少，同埋唔夠入味，但係 the rest 都幾好味啊！呢個係沙爹汁湯底，上邊呢啲係韓國腐皮，仲有咖喱魚蛋同埋蝦仁。我係油面嚟嘅，油面加咖喱魚蛋，同埋你要呢個 mushroom 嘅，呢個係普通英國嗰啲 mushroom 啫喎，同埋油面牛腩啊。行行下就嚟到 Uncle Cake 蛋糕叔叔啦，好多人呢度，提子包、麻薯布丁、抹茶摩士6.8磅，日本芝士蛋糕8.8磅啊，系咯，真系佢咪佢咪，呢度有 macaron 啊9磅，呢个马斯克芝士蛋糕6.8磅咯，你中意呢个日本芝士蛋糕啊？有冇嘢想食啊？睇下，芝士蛋糕。入嚟呢间日韩超市 ，Let's go 行下先。系喎，上面都可以食嘢喎，唔知有咩食。呢間係乜嘢？呢間係茶米糕 ，bubble tea 有 fried chicken 啦。呢個咧 Happy Lemon 好多人，哇，好多人啊！之后我哋入咗嚟呢间位于唐人街隔篱嘅 Bullring Market。你睇呢度写晒中文啊，恭喜发财！有带子、花螺、龙虾、生蚝。
新鮮啊！新鮮啊！哇！啊 ！You can speak， 好犀利嘅全部。Two day yambo 啊？啊 ？Yambo。Two yambo。任何啊，任何啊。哦，任何啊。十三磅。哇，好犀利啊！識講廣東話啊！十三磅。哇，你中文好叻喎！反而中意啊。新鮮肉檔寫住中文啊，週一至週六全部都新鮮運到喎，有呢個牛扒葉啊，5.49磅一個 kilo， 同埋牛肚又有好乾淨喎，啲牛肚洗到7.99磅，仲有雞啦，牛腳牛嘅腳，牛腩都喎10.99磅一個 kilo 喎 ，T-bone。是 Bullring Shopping Centre， 全個百名巷市中心最出名的 Shopping Centre。 我們現在進來 Kenji 行下先，這些公仔全部都15磅一隻，好得意啊！睇下呢啲壽司嘅 clipboard， 仲有好多寶喎、啊，好多寶喺度，4.15磅。仲有呢啲幾得意，好 Q 啊 ！notebook 啊，6磅1本。仲有呢啲咁得意嘅杯啊，5磅1個。招財貓嘅杯幾得意，6.5磅啊，係。招財是 supposed to be upside down 嘅，因為招財貓嘅杯喎，咁樣擺會容易跌。哎，好得意啊！呢只招財貓杯6.5磅一隻啊，就有啲 panda 啦 ，tiger， 你睇呢個大笨象有蓋添啊！糯米糍都好多呢度，3.5磅1盒。珍珠奶茶嘅 mochi 啊，呢個3磅1包。仲有紅豆 mochi， 綠色奶茶 mochi 都係3磅1包。抹茶 latte 嘅 mochi 3.5磅。哇！睇呢個4磅。呢啲寶都唔貴喎，4.5磅咁靚一本。啊！呢度仲有 mini golf 玩。有 Five Guys Pan Asia Kitchen Banana Tree， 非常之受歡迎，排曬隊嘅 Wingstop 食雞翼嘅 ，Bank Street Coffee 都排曬隊而家。有 Next 啦，好多 shop， 同埋今日禮拜六非常之多人。我睇上面嗰間屋幾靚，呢個 apartment。喂，呢度好 busy 喎，好繁榮咯 ，Metro Bank 嘅人山人海呢度 ，Primark 喺嗰度 ，Waterstone 唔止2層啊，原來有咁多層嘅 Waterstone， 有個 lift 坐上去喎。睇下呢度又有啲聖誕嘅擺設，不過係暫時未開，到遲啲咧就會開呢個 Christmas Market 啦。
是 Town Hall， 前面呢度是 Town Hall 嚟嘅，呢度是 Museum and Art Gallery。呢个系个图书馆啊，睇着晒灯几靓。佢整紧呢个摩天轮未开嘅，佢而家整紧。好靓啊呢度，同埋佢系溜冰啊呢度。就是 Grand Central 了，跟住 Link Street。行完市中心之后，我哋就行翻去 Chinatown 度食晚饭啦。系行翻去头先去过嘅 Bullring 街市对面嘅 Asia Food Hall。佢楼高几层，每层入面嘅面积唔系好大。羊脂金露$4.8，呢度有煲仔饭$11.8，仲有泰国餐。最后我就帮衬咗皇冠冰室，港式铁板烧$15.8，有杂扒$14.8，仲有呢啲常餐，炒蛋配牛油多士，然之后就沙爹牛肉出前一丁，平时茶餐厅嘅餐啊$10.8，仲可以磅半加个热饮。冻饮就加$2，或者加$3.5就有个红豆冰，亦都有好多港式小食，譬如西多士炸鸡髀。我就叫咗呢一个常餐要$10.8，加多$3.5就有呢杯红豆冰，里面有多士炒蛋同埋沙爹牛肉出前一丁。我哋亦都喺泰国餐嗰度叫咗一个菠萝炒饭，$14.95一碟。呢杯咧就系、是蜜桃茶$2.85嘅，仲有呢个炸鸡髀蛋包饭要$11.8。要首先喺楼下个 counter 嗰度咧入啲钱，充值咗呢一张卡先，咁就唔系每一档自己俾钱嘅。咁充值咗张卡之后咧，就可以去个每一档嗰度咧嚟到买嘢食啦。咁到走咧就可以攞翻余额同埋$2嘅按金。咁我就过咗今日好满足嘅百名汉一日游，喺百名汉市中心行下街，饮饮食食。第日得闲会再翻过嚟试多啲唔同嘅美食。今日就讲到呢度，多谢你哋收睇，请你哋订阅、点赞、留言同埋分享俾朋友睇啊！